大家好啊，我是大力，现在是2021年的夏季啊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道与南京路的交口。视频的前方就是天津市第20中学，就是视频前方20中的一个围栏，围栏后边就是20中学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天津市小白楼区域，前方这条马路就是南京路啊。视频前方对面这种建筑就是天津市小白楼音乐厅，白色的建筑。我现在跟大家溜溜小白楼啊地区。这就是小白楼地铁站的 B 口啊，1号线。这栋高的建筑就是天津国际贸易中心写字楼，非常高。有两栋非常高的建筑，这有一个图，天津市五大道文化旅游图。这种建筑还没建完，这种建筑已经建完了，左边这建筑已经建完了，右边还没建完。咱过马路去看看去。这有中间有窟窿的，就是凯旋门大厦。这种建筑就是天津滨江酒店尖顶子这个。滨江酒店的右边还有一个滨江购物中心。天津国际贸易中心，这是个商场，天津国贸购物中心。这边咱就不进去了，去小白楼一侧逛逛。现在过马路啊，来到小白楼一侧。
这是视频前方是凯旋门大厦，这种建筑是凯旋门大厦，就不进去了。马路，这是滨江购物中心，是个商场。这个建筑就是滨江，天津滨江凯龙酒店，以前我记得叫滨江万丽呢。左侧就是一个广场，广场底下有天津市小白楼冷巷街，是个地下的步行街，是商业街。左侧小白楼这狗不理这儿又拍婚纱了，新郎和新娘都白和黑，拍婚纱照的。视频前方就是小白楼的朗香街，就是小白楼音乐厅的地下，是个步行街，这是入口，叫朗香街。小白楼音乐厅就在这儿。大家好啊，现在咱就走到那个天津市小白楼音乐厅这块儿，咱们上去看看啊。这平时里边是有演出的，音乐剧啊什么的都有，前面墙上就贴着了，没有演出时它是关闭状态。这天津小白楼音乐厅原来叫平安电影院，应该始建于1920几年，反正历史也挺长的，将近百年了，后来也经过一些整修翻新之类的，历史非常长，也是咱天津的一个标志性建筑。这就是咱天津的标志性建筑小白楼音乐厅，挺大的，我一会儿从后面照一照。小白楼音乐厅经常人照相啊，摄影啊什么，很多人在这儿拍照之类的。
有时还有婚纱摄影。哦，这边有婚纱摄影。新郎和新娘在这儿，不错，挺好。这就是小白楼音乐厅的外观，里边挺大的，看各场各种那种文化的演出。都在这儿，一会儿咱去小白楼偶市风情街溜一圈，从这转过去就是。这条马路叫建设路啊，建设路。哦，这有个狗不理，狗不理包子。这有个启士林，天津的西餐厅。启士林旁边是肯德基。视频前方这条马路叫浙江路，一会儿再溜这条。这里边就是小白楼偶市风情街啊，一会儿逛一下。这以前好像是家星巴克，重新装修了，给围起来了。八角这家，六条。李先生牛肉面大王，咖喱汉堡王，潘多拉，是个理发的潘多拉，苹果维修。这边是滨江国际大饭店，这边是牛肉面，冯巩的茶，牛骨花，牛肉汤烧饼，白饺圆，披萨，必胜客，这边是小白楼二手奢侈品，华莱士，
纸上烤鱼。麻辣烫，景城烤鼠王，绍兴草，龙井里，蜜雪冰城，茶餐厅，这边是唯品会，是个商场啊，滨江购物中心。花餐厅，南国香包，屈臣氏，中国邮政，便利蜂，711，屈臣氏，这叫什么字儿？理发的一个地儿，头发沙龙。这条街不长啊，开封道。一碗粥的小幸福。这外国人，这就是这条路，这条路叫大沽北路啊。刚从那个欧式风景井左拐出来叫大沽北路。视频的前方右侧就是海信广场，天津卖奢侈品的一个商场。高大上，基本上里边东西基本都在5位数或者6位数，都是贵重物品，国际大牌，巴宝莉啊， LV 啊，这些之类的，库奇啊，这些牌子都是在6位数或者5位数，还有蒂芙尼。这商场就是海信，高大上的一个商场，奢侈品商场。左边有一些收购名品的一些二手物品的一些小店儿，就是富人不要那些包嘛，这可能能回收，可能都是这些店儿。大沽北路，高大上。这个海信广场真是高大上，看在左边嘛，鉴定、保养、回收、寄卖，就是那些不要的那些奢侈品，富人用剩下那些奢侈品，可以在这回收卖了。这条左边这条街就干这个，右边的就是买新的。海信广场。左边这条就是卖回收的二手。海信算是天津比较有名的一个商场，都是高大上的东西。从这个欧式风情街出来了，一会儿去逛逛浙江路。逛逛浙江路去。
美食将生活肯德基。哦，这就是奇石林。天津著名的西餐厅。装修里边还金碧辉煌，挺好的。还招聘。奇石林的西饼店。走。我到眼镜。金地诺珠宝。哇啦哇啦。接着往前走啊，深夜食堂音乐串吧，善堂坤小馆，纳凉小牙小鹿，这有公交站，音乐厅站。这有个烟酒，还有爱妃酒店。浙江路也逛完了，再往前走就是曲阜道，就不属于小白楼。好，今天咱就逛到这儿啊。小白楼继续带大家逛逛了逛，主要景点啊什么都看了看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我是大力。